家好，我是小婷。现在是凌晨4点钟，我们今天要去卖鸭子，所以说今天起了个大早，在现在去捉鸭子。我们走，慢慢。现在在抓鸭子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卖鸭子这里了，我们现在去把那个鸭子下下来，车子停在上面，下不来，要用拖车去。走，走走走走。现在我们把那个鸭子拖下去，老板也在帮忙。这里有几个大坡。现在是早上6点钟不到，但是集市上已经很多人了。现在我们收好了，准备结账回去了，还带了一只鸭子回去，这个太小了，才3斤。今天卖了60多只鸭子，2300块钱，收到第一次收到那么多的钱，好开心啊，巨款哦。走，我们下馆子去。好了，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